喜欢我们节目，记得订阅《欢乐智多星》的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影片内容哦。他是长相性感，他是骂人的时候很性感。因为我今天有精心打扮，因为我是有啦有，对，因为他们对，因为他们今天就说你们今天是性感当当，我说我没有地方露，后来我想到了，我只有背可以露。酸帅的豪平哈，最近什么脱口秀？很明显，今天是因为发不到王少伟。酸帅很厉害，现在我今天其实特别是要用这个机会来感谢两位，因为我们是一起做节目的，对。然后是因为他们接纳我进到他们节目，我才有机会交到现在的女朋友。哇，你的女朋友是节目里的人？不是说不是花花，也不是玛丽，是说吓我一跳。因为我们节目最常跑外景，就是 YouTube 可能对着摄影机拍嘛，可是我们真的需要跑外景。那跑外景的时候，刚好我那时候在追的女生是桃园人，然后我们最常跑桃园，所以跟这个圈子是没关系哦。有一点关系，对，就是反正就是从业人员。你很好，要开早餐店，他早上做早餐哦，做20-30人份早餐还配饮料，就送到他们那个上车的地点去。对对，跟他工作很幸福。我们搞一个吃一个的，没有，我看你们脸书这革命情感，真的革命情不死的，天下不善宴席，但机会多的是啊。对啊，请各大电视台麻烦会试一下。我们很闲的，现在有一些时间，有一些时间。可以帮我订早餐啊，其他人今天没来，我们这三个现场直接超时间来。对对对对对，那接下来我们进行新单元叫接龙滋滋乐。好，等一下，没事啊。平常你不是习惯啊？你有握着，要握着。我跟你讲，握上面。你怎么？你平常握太细了，握上面。没那么长啊，来。啊，不然因为我以前有被电，有心理压力了。没事，握过肩膀，接力棒。没事，再不握紧的电了，再不握紧的电了哈。来一杯。等一下啊。女士优先了哈。好，你跟你先打。请出题。好，请问约会的好地点有哪一些呢？乔西，我。啊，你在干嘛嘛？我就还在。好，你先等我讲，你不能按哦。没有，在我这啊。汽车里面。什么？汽车里面，这个曾发生过。对，太高兴了。好，来。汽车旅馆。哦。这不一样，感情升温。碎碎碎。我跟你讲，没有人的教室。哇，这是你的感觉，没有人哇，合理吗？这很合理吗？有有可以清水的时候，可以，他手好冰哦，你摸手，好冰哦，下挖的，没有人的教室，对，没有人的教室，给过吗？给过，没有人的电影院。有电影院可以，敲冷门的，对啊，不是没有人啊，电影院也有人，前排有人躲最后面就好，没有人的一些事情可以做，最后一排，大家都会去的游乐园，啊，游乐园在里面 ，OK 啊，哎，很浪漫哎，旋转木马，哎，那手抱着，那你好了，一起做旋转木马。台北人都会去的阳明山，哦，对啊，可以啊，约会啊，晚上开车上亮，对啊，那我也可以去八卦山呐，彰化吗？对啊，八卦山，是约会地的，你是彰化人呐？我是啊，但好像说是去了会分手，真的？有这说法？但他有约会，可不可以约会？可以嘛，算过嘛，你我曾经去过，哎啊，所以你到现在单身？没有，我去那边卖鸡蛋糕。来。咖啡厅啊，好，完美咖啡厅，完美咖啡厅是，要咖啡，美术馆哦，文青都可以，台北市立美术馆，百货公司哦，可以约会，手牵手买东西，随便你说，对，你点个包，那么再回馈，对，图书馆哦，可以，图书馆可以，学生呢，当然要啊，还有会抓到角落没有人地方的，对，很刺激，四脚兽就出来，那该你了。海边哦，海边哦，约会对，这点酒精膏哇，浪漫的，还有更浪漫的地方，哪里？男朋友的家，男生家啦，来来，那你不要讲女朋友家吧，我们要讲女朋友的家，101大楼可以吗？101大顶楼，看夜景，等一下，我还有什么没讲啊？博物馆，我是不是讲了？你
美术馆。那博物馆，那博物馆，博物美博物馆。博物馆怎么约会啊？可以的，博物馆好浪漫哦。你看那故宫的东西，埃及出土啊，什么啊，两个就约会。你看这个，这个这就是木乃伊的坟墓。木乃伊啊，这个翠玉白菜就是要一直生小孩。哦，宗师们，对对对，来，请。摩天轮，可以哦，哎，浪漫，太浪漫了。摩天轮就在那个游乐园里面。又不是每个游乐园都有摩天轮，那种大池啊，还有那个，那讲摩天轮，你可以讲一个男，那个，那我要在天鹅船里面，天鹅，哦，那个两个人一起踩天鹅船，可以，地毯，来来来来，你讲一个。这样也可以，斜力车嘞，也是啊，你从那圆山一直骑到淡水啊，那个什么宜兰那个梅花湖那边啊，绕湖的，然后环抱这样，对啊，啊，那我要去绿色隧道吸，吸什么？吸什么？我要去绿色隧道骑泡泡车，吸啊，你干嘛？坐着的，我不要。再给你机会，冷静一点。好，等一下，你约会去哪？那我直接去西门町约会就好了。那西门町是不是约会的地方？西门町对，学生的时候都去那边约会，对，年轻人嘛，对不对？他刚逛街都讲室内，没讲室外。那我讲个动物园，是。哦，我的，你一直找机会给我离开。我觉得要不然拿这个脚踩，我黏住了。大力讲，对啊，有点犯规哈，有点犯规。最近吗？还是最近有谁退休？我看今年的那个金钟终身成就奖就知道是谁。终身成就，不要再，我跟你讲，他讲的也不是不无可能，就是可能比较冷。那这样什么？那个不叫约会，那叫优惠了。作弊啊！你不光明正大嘛？对，我随便讲。我刚刚没电了，我流超多汗的。刚刚有电，刚刚流很多汗。对啊，好了，你是赶快下去，河南，你谢谢。太湿了吧？这里是不是湿？手好湿，帮我擦一下。注意啊，手不能松啊！你看你为什么抖着那样？没有，我会怕，会怕，因为我这边有受伤，所以我想避开这个伤口。没有，有伤口对你更刺激。电疗啊，电疗就好了。电疗会痛，电疗愈合了。电就可以了。我这样握。来，请出题。好，第二题，请问一下，私房钱你会藏在哪里？你先攻，你先攻。来，我先呢。衣柜里。衣柜来。马桶水箱，你是很脏，可以吧？你们钱都会吃掉的。那个来，但不代表我现在是藏在那个地方，不代表这件事情。一般这个是藏枪啊，对啊，藏毒品，可以。机场贩毒的有没有？他想放那里就放那里，对啊，对啊，什么地方都可以放啊，我也可以放西门町啊。对对。枕头套里面，哦，合理。那床底下，哦，可以，合理，粘在上面，对。床头柜这个边里面贴里面，大家都围绕在床哎。对啊，床很好。那棉被里面，棉被还好，哎，那个我们可以啊，枕头里面都行。被套跟那个里面，被套跟棉被里面最危险的地方就最安全。是真有人藏过？真有人吗？因为那个棉被会跑哎。没有，他只要缝在那个棉被的一个小角落就可以。你要用的时候怎么办？你的床都好麻烦。到底是这件事麻烦，还是被老婆发现麻烦？就一定有一个比较麻烦嘛。跟你。袜子里面，就是那个袜子这样藏在那个卷起来，巴西，对对，袜子里面，天花板上面，啊，哎，你怎么藏一些很藏毒的地方？可以吧？有些天花板是可以直接打开，白色的那一种，对，开，对对对。桌子那个下面粘住，粘藏粘住，麻将桌那种，对对对，藏在里面也可以。好，那个沙发底下，哦，沙发，可以。按摩椅的缝隙吓我一跳，按摩椅都会有一些缝吗？把它塞在里面，就沙发缝啊，对，有点椅子的缝缝啦，对，缝缝缝缝里面。但是会不会抖着抖着抖出来了？有可能，有可能。就你先生在那边按，怎么一直没有钱？跑一跑出来了，就每天都在那边按摩，不给老婆做。那个词典里面，词啊，词典，词典，字典，就像那个粤语，那个龙母有没有？他一直在开一本书，都这么好看，里面挖一个洞，对对对，没有人就一般那个纸吗？
内衣里面。哦，可以消遣点吗？长裤。那要不要缝个蜜袋？那个内衣自己本来就有，就是对对对，放在脚垫，放在脚垫的地方，垃圾桶底下。哎呦，垃圾桶底下危险。一般来讲不会把它翻过来，你把它翻过来看到前面。我知道他意思，是说那个桶子，然后垃圾袋的中间吗？可以在底下，也可以在中间那边，反正就是在垃圾桶在底下比较麻烦，那一倒的时候。对啊，都看到。因为在家里都是我在倒垃圾。哦，我可以 hold 住这件事，那就不用藏了，还藏。靴子里面。就是很不常穿那种雪靴啊，然后对，在那个鞋。先生不会去藏。对，当鞋垫、鞋靴里。糖罐里面。糖罐里面，糖罐很明显吧？糖罐是透明的吗？如果糖没有糖罐，就是那种罐子之类的，电的吧，调味料的那种罐子。你说像萤火虫之墓那种，这样你糖怎么用？就是空罐的，那是茶叶罐。可能我另一半不吃糖，就都只有我在吃，我就藏在里面。这个有点坚强哦，没有合理合理，蛮坚强。那个那种五四三二，废弃罐头里面。装在垃圾里面的废弃的罐头，罐头丢掉，可以，罐头会丢掉，罐头可以，一箱就丢掉，然后就手还有没有电吗？好险，打饱了，打饱了，当下我正在激动的解释，我不太听到是我激动到，你可以放在你车子里面的某个车子，女生不太会弄，还有那个。像他很聪明，会放靴子，就是男生不会去看靴子，还有那个相片呐，相片后面，对，夹在相框他看不到。还有那个我以前最想藏那个抽屉下面，对对对，抽屉那打开会有一个，还会有个死角。对，我们现在是教人家藏私房钱。对，所以我书是不想透露太多我的方式。对对对，就干脆被电一次好了。对对对，干脆被电。对对对，好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，走。接下来都可以看，对吧？公平，好可怕。对啊，像我这种公平的，你能举出真正的例子，我就让你过了。嗯，来第三题了，现在一比一，对不对？来平手了，来加油，五战三胜了，来请出题。好，请说出一个有洞的东西。有洞啊，有色情。想到哪里去了？你前面讲都嘛有到色情，讲出点色情，讲一个让他知道不色情的。袜子，哦，袜子就有一个。有洞，胶带。胶带圆圆的，有洞吗？有洞吗？那就裤子，裤子有洞，裤子这样子，裤管，裤管，对对对对。那你讲裤子，我就要讲上衣。哦，有洞吗？不然上衣吗？对啊。都已经往这方向。那就袜子。袜子，你刚刚讲过了。你刚刚内裤，内裤，内裤有洞吗？因为你伸出来尿尿也是要有洞嘛。对对，要有。耳朵有洞，耳朵有洞啊！那你讲耳朵别的，那就鼻子啊，鼻子有洞啊，还有拿身体还有什么？那就嘴巴啊！哦，什么？他们明明都看着对方，都知道都叫不出来，而且还看着，明明都有嘛，还有什么洞？你就看啊，皮肤啊，毛细孔，毛细孔啊，都可以，没有，你明明两个都互相看，这么明显，互相讲呐。我看到了，你讲出来啊！男生的下面，什么？上厕所的时候，那个会尿出来那个洞啊，尿道，对，尿那个洞，对啦，尿尿的洞，那不然怎么尿尿来？对嘛，健康的。哦，那健康的说法，那就是健康的肛门，健康的合理，对，合理排便，合理排便。那健康的地方，女生会有月经来，是那个女生的月经，对，还要生小孩嘛？对啊，要生小孩，产道啊，身体差不多讲完了。对啊，你换着他，你还讲不出来？换个，他们不觉得那是洞吗？应该是啊，不然怎么？哦，对，脑袋，只有脑袋有洞，没有你有洞。你是哦，不行吗？那豆腐，哦，豆腐切开里面很多，好像可以，洞，不是这个洞，不是，可是一个洞一个洞啊，里面很多洞，这样可以。那碗也是啊，碗也是一个洞啊。碗它不是洞啊，它没有。那山洞，山洞可以，山洞可以。碗你只是一碗，没有到底啊，对，它一个容器。哎呦，那海绵一样的逻辑。海绵，眼睛，对，算吧，
虚口流血的眼睛上，就是那个它是通的嘛哈。对啊，因为我就让他们一直看着对方。那你想到海绵不会想到那个吗？有啊，有想到，想说可以讲啊。来，等一下。知道吗？还有丰田，还有什么？发挥你的正常的水准。正常紧。什么？那个水紧，水紧的紧，水紧的可以。OK OK。突然下可以。你是正常隧道，隧道，隧道，汽车隧道啊，隧道跟山洞还有不一样吗？还有什么洞？是他们宜兰雪隧就是对啊，隧道，嗯，洞，弯子，网网状的网子，弯子，网子是一个渔网啦，对，这些都是洞，网都是洞，对，好，网子可以，网子都是洞吗？那些都是洞，哦，网子啊，这样可以，还有，还有，耳环。对，因为我们手边都，我们两个都戴这个，我现在对不对？看到了，圆形的耳环，你也看他戴耳环嘛？对，他也，然后他也是。居然不讲耳洞，对，哦，耳朵跟耳洞，对啊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洞？去想形状啊，看形状东西，那个手环，好，还有，还有，还有，我跟你讲喽，戒指哦，戒指哦，戒指哦，刁钻，那就项链呢。项链有的链子这样子也可以，有的链子这样串的，有没有？对对对，一串一串的这样子哦。好，口袋，外套口袋，哦，口袋有洞可以吧？它有洞吗？那个是个容器吧？哦，你说跟碗的道理是一样的通吗？哦，那洞是通啊，一次哦。不然这样，那个背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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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有一些登山背包会有可以挂那个，我知道挂扣东西，对呀，扣东西的那些。不管怎么，它就是个洞啊，你不能怎么穿。哦，所以它我这样说，你不能可以这样背，你不能用容器。OK， 过。背包可以背起来吧。鞋子，鞋子的这个绳子的哦，鞋孔，鞋带孔，鞋带孔，鞋带孔，因为它中文不能，用你想的很好来。哎，很棒哎，很棒。塑胶袋哦，你塑胶袋那个提袋两个都可以这样提袋的，对，塑胶袋两个提袋等于穿孔，不然怎么生活？吃的吃的，你好强，很强，还弄死，还弄死了，吃饭后哦，甜甜圈，甜甜哦，甜甜圈可以是不是？杯狗呢？杯狗是美国警察最喜欢吃，那你就你会甜甜圈，这个还猜不到啊？对啊，你猜什么？呼啦圈，呼啦圈。那个跳绳，跳绳可以吗？跳绳没有，跳绳不行吗？一次哦，底片，底片，哦 ，CD 片，底片会旁边有一个一个，底片会一圈一圈这样。好厉害，这种东西啦，底片。那望远镜呢？我两个望远镜啊，算啦，还有没有？算，它是看得过去。是通的，它算有啊。不是，它有镜片。光是至少通的。它有镜片挡住啊，没有通啊。对啊。洞有，还有洞的，还有洞的。来，是的，是的。一。他不想说，他握着，握着。我刚刚讲，你如果讲海绵，我比出来是什么？气势算不算？啊，你是说气势？我刚以为你在比别的东西。他说这个能不能讲？为什么不能？我不是比一个三角巾这样拿出来。你的海绵加上，我以为你在说海绵黄黄的气势是不是一个洞一个洞？老鼠其实，所以我刚刚比出来说啊，这个能讲，我说这个为什么不能讲？因为我想说海绵玩就是，我想天哪，我有那么色情吗？讲到有洞东西很多啦，那你们二比一获胜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接下来队长。然后你要选一个你们最厉害的，一哥先生。所以我如果我，你可以连打两局。你要先把这一局拿下来。对，你要先。又没有赢的话，你就输了。对啊，我觉得小琴蛮厉害的，刚想到很多。你们三个都可以来。小琴来，小琴来。可以的，那交代，哎，你不能叽叽叫。你不要管我嘛。他好紧张。哎，你抓他，你会不会倒电？我想知道。我宁可啊。那试试看，那等下。啊，不是，没什么事。来。第四题的你要保二了，一定要抢下来。第四题，请出题。第四题，请问什么日子你会特别穿上幸运的内衣？别人不能讲啊，别人不能讲，都不穿内裤。刚刚你们输，一个输，一个输，我们输，一个先攻。丰田输啊，来特别日子，结婚纪念日。去男友家的时候，为什么要穿幸运？当然要，刚跟他在一起，我就穿我最 lucky 的。那你就不穿不是 OK 了吗？不行啊，去他家的时候还是要穿。有一些人喜欢那个脱掉的。国王的新衣啊，摩擦是真的可以吗？对啊，就说我去，这叫做幸运。那个叫战袍，战袍，战袍最幸运的。OK， 来，战袍。生日。生日为什么要穿？就穿。有的人觉得我穿生日穿这个颜色很喜庆啊，会有抽奖抽到啊。啊，那尾牙。哦，尾牙。对啊。可以。
那过年啊，哦，赌博，我赌博啊，或者玩牌啊，那春酒啊，春酒啊，抽奖啊，对啊，还有这样这么狠，对啊，那我打高尔夫一杆进洞。就办 party 的时候啊，啊，那个日子啊，对啊，就是已经一杆进洞请客的那天，对对对对对，还是你穿进去像一杆，没有没有，就请客的那一天一杆进洞，我有幸运服啊，我可能是那一天打球的服装啊，内衣裤哎，内衣裤，这个有点硬，刚那个方向不像，如果说我今天打高尔夫，希望能够一杆进洞穿是可以的，哦，所以再问你啊，好，那你要哪一个？那是打球的时候穿，对，希望能一杆进洞，对对对，哇哇，那那个。我中秋节的时候干嘛？等一下，中秋节，中秋节家人会团圆，会团圆会干嘛？会打麻将，打麻将我就要穿。这个刚刚讲过赢了，对啊，打赢了。那这样我跟你讲，来来来，这个算你球衣了，好，等一下，特别的日子是不是过来了？过两天是什么日子？过两天要办什么？过两天要办什么？要办我的生日。嗯，不是。过两天，那我要打喽。等一下，我要先垫他了。你再给我一次，这个反应，这个过两天办什么？我要打了。过年会办春酒，有事吗？金钟奖啊！啊，典礼啊！金钟奖不是问你穿什么幸运裤，这个这么简单的事啊？对对对。希望得奖，不要因为你没入围就不否定啊！我这个猜不到金钟奖，金马奖、金钟奖都可以讲啊！我跟你讲，这三个奖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怎么样都想不到啊！那个啊，接下来是主赛啊。哦，考试也是考试，面试啊，考试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还有被他打败了，还有的相亲啊，相亲也会啊，哎，可是也不见得，你也不知道对方是你想。但是你总是希望穿的碰到好的，招桃花啊。你只要有那种决赛式的东西，比如说我世足赛今天我买了谁，对，然后我就穿，然后我去看转播，看球，对，看球，你们也会穿幸运嘛？对，对啊，你已经下好注，大家们就吃牛排，去球场也会啊，对，买彩券，对，买彩券啊，对不对？很多啊，我好弱。哎，二比二哎，我跟你讲，这次不掉了，丽塔，好，有机会啊，给豪明一次机会，二比二不怕豪明，因为我觉得我一直这样，我对上罗丽塔，来吧，我加油，放马过来啊，最后一题了，都二比二嘛，好可怕，决赛题，请出题，狗有哪些品种？很多哎，好难哦，来，你先，你们四个先，豪明是爱猫的，丽塔，拉布拉多，拉布拉多，来，雪纳瑞，雪纳瑞。柴犬 OK， 哈士奇，哦，阿拉斯加，那是个地名，没有阿拉斯加犬是叫柴犬，对，是一种雪橇。这种我们热带地方不适合养。但是因为我家邻居刚好养了一只，那不是热死哦，它很对超毛的，对啊，然后他们就说24小时一定要开冷气，很简单的，我也不能闲聊，他们忘记前面讲，他们不要想太多，土狗可以吧？可以啊，台湾纯土，台湾土狗，对，那个吉娃娃，吉娃娃，对，吉娃娃州的，那博美，博美，可以，目前还没有重复的。Apple 有养博美，腊肠犬，哎呀，漂亮漂亮。刚才有讲黄金猎犬，没有没有，它是拉布拉多。黄金猎犬是拉布拉多，不是，我就讲它不讲拉布拉多，黄金猎犬，黄金猎犬，吓我一跳，黄金猎犬，会紧张啊。蔡依林养的是比熊，对，比熊。白色的比较头很大，叫白熊。我只知道比奇，没有比熊。没比熊啊，比熊。该你。比熊。斗牛犬。有。斗牛犬就可以衍生很多。我握到出现幻觉，我以为它已经通电了。还没。牧羊犬。最聪明的狗狗。梗犬哦，梗犬就是贱狗嘛，贱狗。还有我们禁止养叫什么？哦，比特犬，比特犬，他真的对狗有，你讲这个我就知道。还有一个，英国女王，英国女王最喜欢的啊，英国女王最喜欢的，那个我先讲个杜宾好了，杜宾，六犬大盗啊，杜宾，藏獒，哦，为什么狗它们延伸那么多，好厉害？讲到藏獒，哎，其实他们一讲我才知道有好多正，对，这是真的有的，刚刚提示你还不答，来一个那个。大麦丁，哎呦，一零一中的，可以耶！大麦克，不是大麦丁。你看我十二页吗？马尔济斯，马尔济斯有没有讲过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英国女王。啊，你会知道吗？我一定简单的，这个我也不知道。这个沙，这个远的，马子狗。你哪里出来的？马在哪算呐？事情科技犬你们都不知道，科技啦，还有那个很多女人养的，
对，贵宾狗，贵宾狗，贵宾狗，贵宾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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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恭喜我们性感女生获得。接下来进行是分秒必争奖金赛。必争奖金赛，你们 A 组有100秒 ，B 组有70秒。如果他们答得很好，你们恐怕会答不到。但是如果前三轮他们就挂了，因为你答错一题是扣30秒，很多哎，好太多了。第三题我们前才有。对啊，我们前阵子被拿出走58000，哇，还剩58秒。第一题，请出题，小心。吃大餐前最怕肠胃炎找上门，请问下列关于病毒性肠胃炎的知识何者正确呢 ？A. 会传染 ，B. 只发生在夏季 ，C. 腹泻时喝运动饮料，请作答。哪个是正确的？时间在走。C. 病毒性肠胃炎，请作答。好，我的答案是 A.会传染，会传染，病毒型的，他已经跑掉9000块了，看到吗？对啊，用了9秒钟，算 OK， 还可以。对，要思考嘛，可以答错还扣30秒。你觉得会传染？我觉得会传染，会传染，病毒型，因为是病毒的，它是病毒型的会传染。那会不会只发生在夏季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冬天也会，冬天对啊，你有可能染。冬天有一阵子不是很长，什么人家说你是诺罗啊，还是什么病毒型肠胃炎？流行性感冒，冬天的时候，那个当然会传染啊。对啊，如果它是病毒型。对啊，还有说运动饮料，腹泻时喝运动饮料。哎，他们反而说不要喝，哎，我前阵子才肠胃炎。哦，医生特别讲，那刚好他肠胃炎完。他不是说喝了会调整你电解质的平衡？好像是因为有糖分吧。对啊，他们就说不要。好像一些都是在粪便中传染，对不对？哦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没有清洗干净。所以要常洗手。对，好品觉得。我觉得是会传染的，因为其实病毒性的话，病毒本身它存活的目标就是要一直不断透过复制自己来存活，所以传染应该是基本。但是运动饮料的话，又是可以补充就是电解质之类的东西。嗯，水分。你呢？你觉得？我觉得是 C， 运动饮料，腹泻是吧？对，因为肠胃炎一般是如果不是病毒性的话，就肠胃炎顶多就是吐吐拉拉这样，可是病毒性它会。拉到你脱水，或者吐到你脱水，所以你基本上你是没办法吃任何东西的。所以这时候他们运动饮料里面有除了有电解质、矿物质跟水，让你补充。那它不一定说每个人都会传染，传染比较像是感冒性、病毒性的感冒比较容易传染。我只知道有一次我拉到已经不行，后来去看医生，医生说你根本你肠道就没有益生菌，他只开不是开药给我，开益生菌回去吃一次，哎，果然就止泻。对对，丰田呢？我也觉得是 C， 因为我之前就是病毒性肠胃炎就会拉肚子嘛，拉肚子就会一直流失那个自己的水分，那时候我都是靠那个运动饮料来就好，对，好，真的不是啦，乔欣选择的是会传染，是用了9秒，对或错？其实一年四季都常见了，它不是只好发在夏季，冬天也会有。通常吃进了病毒感染的食物导致的，对，特别要注意的是，它具有像传染性，像一般感冒，只要吸入患者咳嗽、打喷嚏哦的口沫啊，或者是我们一起吃饭跟病人共食啊，所以不是粪便哦，对，都有可能会感染。所以像我们这么近讲话、啊、口沫或是食物，那你可以去那个药局买电解质的水哦，不一样，对，来饮用。然后你那个运动饮料不是有市售的运动饮料呢？你可以补充到，可是那个微量是不足的，就是你要补到你适合的电解质量，你那个运动饮料要喝掉好多罐。所以你们的解读是正确的，只是它是个饮料嘛，不可能放太多，没有那么多。而且运动饮料是电解质加糖粉，糖分呐。来，接下来是来小齐炫，小齐来好，请出题。很多人会用漂白水来帮助清洁。但使用时应该要注意下列哪一个事项呢 ？A. 应先用热水稀释 ；B. 与清洁剂共用 ；C. 稀释后需要尽快用完，请作答。啊？稀释后尽快用完？答案是 C。好，已经按下去了。好，花了4秒，四秒钟，很快，算快，很棒。不要想太久，我也觉得是 C， 真的吗？真的，我也觉得是 C。应先用热水稀释，不可能啊！对，热水好像不能有毒吧？变质吗？那什么叫与清洁剂共用？就是
漂白水一定要跟清洁剂一起用，可是有一定吗？对啊，因为它已经是清洁，它本来就会清洁，好像是柔软巾才是。以前好像柯南有一集那个杀人的手法，就是两种不同清洁剂倒在一起会产生有毒气体。没错，所以不能跟清洁剂共用，好像是不行，真的。哦，所以只有一个稀释后尽快用，尽快用。所以这种东西都把希望尽快，对，这种稀释版。所以这题算很简单的，那个尽快用完就是解答了嘛。稀释后需尽快使用，对或错？对吧？对。稀释后的漂白水存放的时间越长，分解量会越多，杀菌能力就开始慢慢降低了。对，所以你如果稀释完，最好在24小时里面用完。那刚刚讲漂白水，你稀释用热水的话，反而会释放出大量的氯气。哦，那会造成伤害吧？对，就是你要你家里本来就有过敏的，会过敏，然后呼吸道受伤啊，或者是氯气中毒。对，而且你像刚刚好评讲，千万不能跟其他的清洁剂一起使用，尤其是你在洗厕所马桶的那个什么强酸啊，那种盐酸啊，那个会反应更产生更多的氯气，有发生危险。对，如果你两个倒着一起用，就像他讲柯南那个，可能会有致死的风险。可能对，你就得慢慢中毒。因为你呼吸道感染跟过敏，如果有些人本来这个呼吸道就不好，他又过敏反应太大，他真的会致死。恭喜这一组86秒，现在跳题了，剩四题耶！你现在保有的奖金是86000，现在萝莉塔看你了哈，来萝莉塔，请出题。近期流行早 C 晚 A 的保养方法，请问其中的 A 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？A 美白 ，B 抗老 ，C 控油，请作答。答案是 B 抗老，哎，很快，暂停2秒，抗老，他花2秒，抗老这么快，这是英文吗？它是 A 醇 ，A 是 A 醇的意思，然后因为这个成分最近很流行，我刚好买了一系列 A 醇的保养品，对，然后 A 是刚好它就是拿来抗老的，然后因为早上擦维他命 C， 是因为维他命 C 它可以防晒，对，它可以抵抗紫外线，所以现在这个东西是很多那种美妆 YouTuber 都会挂在嘴上这样子，然后我每天在保养的时候，我就会打开那些美妆 YouTuber 一系列开始播，每个人都讲一样的话，早 C 晚 A。真的 ，A 醇抗老，好厉害哦！哎，很棒，这题我会猜错哎。这个这一次表现之后，应该很下次很多什么保养品会找他，都会找他，讲得多好，他已经放在底下准备拿出来业配了。我们没有，他是直接讲他最近在用的。对，刚好那个答对是因为最近这个肠道不好，对，肠道不好，然后那个清洁剂最近有在漂白，最近漂白水。所以这个题目我们掉入他们陷阱，好像平民百万富翁，对，他们都经历过的事情。对，还以为那个 A 是 A 酸呢，我刚也以为是 A 酸呢 ，A 酸跟 A 醇又不一样，都是美白了。对，所以你们打不会讲你看。我要是打会打错，会打美白。A 酸是美白，然后 A 醇是抗老。但是还没，大家不要恭喜那么早，真的，他记错了。如果是 A 酸就糗了。常讲的信誓旦旦，结果是美白。哇，他选择抗老。拜托。对或错？你现在有没有相不相信你们可以拿到5-6万？可以。你们这个节奏，你总共3个人花16秒哎。对，早 C 晚 A， 早上是维生素 C， 那维生素 C 就是美白跟抗氧化，那晚上是维生素 A。那 A 都刚刚他讲的可以抗老嘛，然后可以促进你皮肤细胞，所以他刚刚讲完全正确。对，促进皮肤细胞更新啊，你就比较不会有一些细纹跟皱褶，然后抚平你的肌肤这样子。好，接下来再另外一轮。哇，这3题答完，如果你们正确的话，不扣秒，你们奖金就高了。压力好大呀！就算答错2题，也还有20000多块。对啊，所以3题只要中2题，奖金更高，中1题也有奖金啊。哎呦，好紧张哦！加油，小心，奖金哦！准备，加油！哎。请出题。洛梨最喜欢装熟，常常切开之后才发现还没成熟。请问下列哪一个代表洛梨已经成熟可以吃了呢 ？A. 蒂头周围湿润。B. 果蒂轻推会掉落。C. 果皮颜色金黄。请作答。轻推会掉落，70秒用了十几秒吧，16秒，
洛丽塔呢？但我可能会猜 C 耶，我在想是不是果皮会变色？啊，变色金黄色，不能太绿了嘛。好像不会，会变咖啡色。对，就是咖啡色跟。我跟你讲，它是变咖啡色。我就想说太老。太老了，是不是？因为我去采访过生产的地方，他送我一盒的时候，每一颗都是绿，对，绿油油的，都是绿的，对。但可能拿回家不是马上能吃嘛？对，要摆要摆。所以罗丽塔一说，你可能摆着摆着，果皮颜色变金黄了，不可能，它变金黄，会变，它就是变咖啡色一整箱。对，题目是成熟可以吃嘛？你刚送你的一定不是拿回家，对啊，很硬的绿绿的。你有吃过吗？我没有哎，我没有看过洛梨，可是我们去我们喝洛梨牛奶，它不是都是已经是綠那个是切开的，它都切里面是绿的，里面本来就都是里面一定是绿的，不是切开是里面是黄黄的，对，黄黄然后绿绿色，所以乔西你是乱猜的，我就觉得感觉最有可能的啦，因为要是地头周围湿湿的感觉，那就是完全已经烂掉了，对，就烂掉软掉了，那应该就太夸张了。丰田知道这个水果吗？我知道有洛梨嘛，对，健康的很有，对对对，健康的油，它其实脂肪蛮高的嘛。对，它其实，在蔬果类，它不是蔬菜，不是水果，它算油脂类。对，它叫牛油果。那你会选什么？那蘸酱油吃。我也会选 B， 因为 A C 就是不够熟 ，A 就是过熟。哦。果金黄颜色金黄还不够熟是吧？就是浅色嘛，浅色感觉是不够，然后再来是绿。然后再来是咖啡，就是暗，所以能要吃的果蒂可能一剥就掉下来，这个就是现在刚刚好，对对对，所以你其他都一样嘛哈，当然，我跟洛梨这个不熟，但我会猜变色啦，变色，你会果皮颜色，对，因为我印象前一阵子太太很喜欢吃的东西，然后她。有时候冰在冰箱忘记了，那我记得我出外景回来之后，本来的颜色跟冰在冰箱好几天颜色不大一样，然后他才拿出来吃，这样好。但是这个出题的逻辑，他说是你切开才发现没成熟，代表它外观看不出来，就是你外观变不变色是判断不出来，你才会切开发现它没成熟，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用外观来判断，不是，因为这三个都是外观，可是它这三个都外观，没有啊，果蒂青头一跳落是需要动作的，它不是用看的就看。那你如果这样地头丝润也是需要动作。对不对？你要去摸，因为我一定要去摸，我才知道它湿湿的。但因为他说喜欢装熟，就是代表他如果是用看片判断，不是果皮颜色金黄，因为看起来像熟嘛。对，我觉得应该是用看的。如果你这样推的话，对，对不对？如果以我相信瑶瑶，相信乔西，所以那就是 A 或 B 了嘛。没错 ，B， 拜托是 B， 拜托。轻吹会掉落，对火手。拜托。现在有现金要给什么？突然变聪明了，保底了，保底了！哇，接下来就你们两个的责任了。我们来解释一下了，因为你刚买来一定是还没有很熟才会买回家放嘛。那刚买来是很硬，而且是很绿。除非你刚才讲说，我想今天拿回去吃的，他就会帮你挑比较软的。对，那你刚买一定是又绿又硬的。我就讲，农会批给你不会马那个烂的。对，所以我们去露营的时候，他送我们一箱的时候，一定是说你拿回去放嘛。是，没错。对，所以要怎么分辨？那你要吃的话，你一定买回来等几天，摸起来有点软软的。好，而且呢，它的颜色会越来越深，这代表就是说它有熟。那你用指腹轻压它的果肉，如果说你按的是有弹性的果蒂，你轻推它会滑落，就代表说这一颗洛梨你可以吃了。所以他刚刚讲那个金黄色是因为它是绿色变有点深咖啡，是没有金黄色的时期。对，好，70秒，哎呦，七十秒，两位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一个人用10秒也有5万块了，好紧张，有有有，可以可以，加油。请出题。哇，简单啊！许多人喜欢喷香水来营造自己的独特香气，请问香水最早在埃及的用途是什么呢 ？A. 皇族气味象征。B. 预防疾病。C. 洗澡。请作答。什么？预防疾病？皇族气味象征预防疾病？埃及？65吗？4、3。你看他不会按呐，看到没有？你花了10秒。我选 A， 小暂停。没有了，58了，不是特五七，58，58秒暂停。你选的是什么？我选 A， 皇族气味象征。不是预防疾病。但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像。但是如果他讲埃及是有一个阶级制度的，有可能哦。对啊，但他们也有很多疾病。对了，而且洗澡也。洗澡比较像后来的法国，不洗澡就喷香水，感觉洗澡好。以前外国人不是每天洗澡，他可能一年洗几次而已。就结婚那一天呢？
啊，对，会洗澡，出生，对，出生跟结婚，结婚跟死亡吧。对，以前外国人不太洗澡，他就睡有香水。他天气又不像我们那么热啊，不太出汗。欧洲的国家对，所以你是猜对不对？我是用猜的，因为跳着跳着就跳着跳着，这个会慌哎、欸，因为我们一直在旁边说，哎、欸，你用了十秒，你用了几秒？因为那个都是钱啊，那时候都是钱啊，好快哦，你一秒花1000块哎、欸。我会选 B。我也是，就是你说的那个法国的，对啊，那以前的那个香水的成分都是可能是天然的什么，就像现在的防蚊液一样，啊、真的假的？预防疾病，预防香水有预防疾病的，因为我也觉得是像防蚊液，因为埃及那个地方很多沙漠，哦、很多蚊虫，那以前可能不知道要用哪一种东西，只是说可能喷了它比较不会过来，哎、欸，我们到底喷了香水比较会有蚊虫，还是比较不会有？要看是什么，现在的会，可是以前的有可能真的就是可以是有防的那种天然防蚊的效果，精油嘛。以前那种木乃伊不是防腐，好像也是会涂很多香料之类的，香膏在身上，然后再包起来。哎，现在你就木乃伊就埃及，这个就是埃及的精油。对啊，对啊。所以对我来讲，我觉得那是防止什么那种那个类似抗生素啊什么东西，让细菌不会增长。嗯，因为你说哎，我哪闻得到说这是国王的味道，这是皇后。如果是贵族可能还可以成立一点，但皇族我觉得是太单一的。的个体，所以他选择的是皇族气味象征，对不对？洗澡为什么都不洗澡吗？没有，它就是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沐浴露，因为我们现在沐浴露也会有一些香香加在里面嘛，所以他们那个香水就是拿来洗澡的时候喷啊，他洗完也会拿来喷在衣服上面。这是考古学里研究。对，因为他们考古的时候把它挖出来的时候，发现古埃及人会把香水储存在那种很精致的容器里面。那像这种包装的文化，其实延续到现在，我们去买香水的时候，它是不是整个也是很精致？那他们的生活习惯就是说，哎，洗澡完喷一下，然后衣服也喷一下。哇，天哪，这么厉害！你们是刚刚被电影给咬，香水不是用人做出来香水？对啊，对对对，人的那个味道。对啊，香水那部电影啊。是哇。哎，扣了，还有28，可是没有，没有的，没有的，没有的。你只要对就有钱，那你对就有钱。管他的，时间你定了2万，因为因为在8秒完成嘛。可是如果像刚刚有把握说5秒内，你起码2万，两万多了，保底。第3题是最后一题了，请出题。研究表示，透过颜色可以知道一个人的个性。请问喜欢下列哪一种颜色的人，代表他们比较容易情绪化呢 ？A. 红色 ，B. 黄色 ，C. 黑色，请作答。情绪化呢？我跟你讲，24，我答案是 B 黄色。B 黄色，真的、啊。好，22秒，22000，如果有过的话。因为他今天穿黄色。对，因为我今天穿黄色，对。然后我现在情绪很多，很棒，没错，我也觉得是黄色。真假的？他也穿黄色，他刚也很紧张。哦，那你们代表你们都同意他选黄的吗？可是我觉得帝王之家都是黄色吧？对。所以他也情绪化，有情绪化，帝王都很情绪化，杀帝就杀人，对啊。可是王爷也是黑色。王爷啊，对啊，然后我们结婚的时候开心的红色，重金属摇滚乐歌手都是穿黑色，没事，他们也情绪化，高啊，相信你，什么还装钉铆钉这种的吗？那来啊，嘻哈摇滚呢？可是那个重金属是情绪化吗？它是个表演，是啊，压抑啊，压抑，很压抑。情绪化的选择黄色，对或错？哎呦，我觉得是。会是越想隐藏，代表其实他越情绪化，他需要隐藏起来。其实，在心理学当中，黑色代表力量、智慧以及严谨。那喜欢黑色的人，他其实是很有野心的。秦始皇。对，哎，对，秦始皇，从来不用别的颜色，是黑的，永远都是黑色。秦始皇。对，然后同时他们其实也很敏感，但可是又情绪化的想要掩盖他们心里的野心这一点。对，那喜欢红色的可能有一点自我中心。对，那红色就喜欢吸引别人注意嘛，因为红色跑车才会买红色，就骚包嘛，是惊人没人看嘛。对对对对对，那其实黄色就是一个很主动而且非常是有创意的冒险家，所以计程车才会这样哦。很主动哦，一手举起来，他就要做吗？哎，非常主动。谢谢大家。谢谢。谢谢六位来宾，打开卫视中文台，欢乐亮起来。谢谢。